鹿港永春社区立林道路半年来发生三件交通意外事故，车祸兵团和民众是真惊吓。接到地方乡亲陈情，管理员杨俊廷、鹿港镇长柯志宏、镇民代表王丽文、永春里长柯胜如等人，是来邀集管府相关单位到场会勘，希望卖搁再有乡亲受伤了。鹿港永春社区六林道路半年来发生三件交通意外，欢乐阁民众会来出意外。地方居民是向鹿港镇长柯志宏、管理员杨俊廷、镇民代表王丽文来澄清。入行哦，所有庄内区域的排水吼，啊，这条都排水往出沟去，啊，因为规庄的排水的时，当时设计了无好势吼，这管家差遐济啊，所以干咧最近短半年来都有三台机车搭落去吼。这个路段地势是落阶，了后佮加上一个转弯，突然点啊加也破破烂烂，佮边啊水沟的关节落差真大。如果车速伤紧，真容易因为袂护打挡啊阻拦，才地速意外兵团。啊，回动个安尼费劳费低，甚至还住院住了好几天。哦，所以哦，阮向阮的相关单位，就是阮地方代表吼，我们的王代表，我们包括咱的。那你一定哦，甚至上我们的鹿港镇公所，咱来点钱，啊，那么叫管府尽量来给咱想一办法，来改善咱整个的大环境，我们逐渐安全出入的路。哦，这个落差很大，啊，搁边啊搁是一条吼，咱来开个排水，啊，这个线吼，就是讲咱这个出入口，就是讲咱这杨阿厝，这个所有这庄内大家出入重要出入口，啊，是半年来发生三件诶，这个车祸事故，啊，拢无这交底了，所以今仔特别吼，也请到咱管府。啊，个咱公所吼，啊共同吼，啊来参与到这个来勘查，看咱把这个所在当做一个界线，啊今仔嘛有一个结果，吼，咱的议员针对这个路面，吼，各咱的代表，啊里长吼，啊公所，啊共同要界线在所有这个路面的问题，个这护栏，啊共同的咱一并甲做好。会勘了后，也决定路面界线由管府来做，排水沟啊护栏由公所来协助。管府这边的时阵吼，咱不要咱电工所、甲咱电的里长、啊甲咱社区里长有先啊叫一共识，就是讲路面啊甲水沟，咱阮啊县政府甲工所会共同啊来甲改善，互咱居民有一个安全这道路出入嘛会较顺时。啊，所以今仔结论就是讲，我也拜托啊咱电工所啊管府这边啊以上紧的速度今仔完成。透过会勘，也赶紧采取可行的办法，互鹿港乡亲一个安心安全的养老环境。多中华新闻林桂英，鹿港采访报道。